各位好，我们来看这一个水平抛射的题目。那水平抛射的特性呢，就是它只有在垂直方向才会加速，水平方向是等速运动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可以把速度呢拆解成水平方向的分量，还有垂直方向的分量，然后分开来讨论。那什么意思哈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下的例子。这里有一个 A 同学呢，在一台等速前进的车上。那这台车类似一个火车，等速前进。那在火车中有一个球呢，从静止掉落。这个静止是相对于 A 同学而言，这个球是静止状态。但相对于在月台上的 B 同学而言呢，他看到的这颗球是等速前进的。那从 A 同学的观点来看呢，这颗球就直接掉下来啊，就像这样子，这颗球就直接落下，加速的落下，像是从静止释放这样子加速落下。可是呢，对于 B 同学而言呢，他在月台上看到这颗球，它是走一个抛物线的路径而落下。而这两位同学 A 和 B，他们看到这个球落下的时间应该是一样的，如果不考虑相对论的话，那A 看到这个球落地的所花时间，跟 B 看到这个球落地所花时间是一样的啊，所以也就是说呢，对于 B 同学而言呢，往前这个球相当于往前丢出，往前丢出，这是 B 同学的观点，看到这个球是往前丢出，然后落地。那 A 同学的观点是，这个球是直接掉下来，从静止释放，然后落地。那既然时间相同，那代表说我们往前丢这个球，跟让这个球静止释放，其实会同时落地，其实会同时落地，所以这样就可以代表说水平方向的运动，水平方向的运动呢，不影响垂直方向的运动，因为往前丢出跟直接掉下来落地时间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是水平方向跟垂直方向可以分开讨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小题哈。那今天这一题它是从45公尺高水平丢出，那根据我们刚刚的讨论呢，水平丢出跟从静止释放会同时落地，所以我们只要看它的高度，把它当成静止释放，就只需要看它的高度来得到它落地的时间啊。所以第一个就是从静止释放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带这个公式，这是我们上个章节的，第二章的自由落体的公式，这里就不做推导，所以结果就是二乘以45，再去除上重力加速度 g，所以结果是3秒，所以第一小题的答案就是三。那第二小题着地的速度呢？着地的速度这个部分呢，就也是可以分开来看。如果是垂直向啊，垂直向的部分，它经过相同的时间加速，最后它会有一个垂直方向的速度。这个我们叫 v 垂，v 垂直。然后它水平方向是等速度运动，所以水平方向一直维持着固定的速度，水平我们写 v 平，那这两个速度再合乘起来，透过毕氏定理，因为它们是直角，这两个速度平方相加再开根号，就会是最后的速度。那数字是这样，他说我稍等一下，看一下哈。好，它这边呢并没有给我们水平方向的初速，但是它有一个提示，就是它落地的瞬间夹角是37度，跟水平面夹角37度，这个速度跟水平面夹角37度，所以根据这个几何关系呢，我们可以知道
这个V1000比上V 水平会等于37度，就是4比3，因为它是3比4比5的特殊三角形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在第一小题已经知道它着地需要3秒，那重力加速度10的情况下，着地需要3秒，代表它的末速是多少？末速就是30。这个也是上一个章节的概念。好，所以从这个牵直方向是等加速运动这件事来看呢，它的落地的瞬间速度就是30。那结果，因为它跟水平方向的速度比又是3比4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说，水平方向的速度是40，那也就是说最后的速度会是50。所以第二格的答案是50，然后最后的一格是问这个 r，问这个 r 就是它走的水平抛射距离。那水平抛射距离的话，相当于它的水平位移啊。所以水平位移的话，就是其实就是在3秒之内，因为它总共花3秒，在3秒之内它走了多远？那它的水平方向是等速运动，所以在3秒内。走的距离就是这样算就可以了，40，然后乘以3秒，所以结果是120公尺。好，那写一下120。好，谢谢各位。